我乃令人闻风丧胆、哭爹喊娘、所到之处寸进不退。怕啊！我是亚洲第一快手，我是江湖第一快枪。他呀，就是我一个美女助手。不过我们的真实身份是特务。特务？说你是江湖小毛贼都怕你骄傲，你怎么不说你特污呢？我睡过你吗？你才污呢！我给你治病呢。有枪了不起？有枪你也打不了飞机。这才是真正的特务，什么都逃不过我的快枪，飞机又算得了什么？科科做特务枪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手法和脑袋。你这除了洞还有什么可笑？即便有洞，我依然还是亚洲第一快手。特务那点小工作分分钟手到擒来。要说你们女人啊，就是胸大无脑。大省事就是大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胸大无脑，你枪再快也快不过我亚洲第一快手。杀了你！来来打我呀！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还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。姐用的从来都是双枪。我想起来了，睡过。